你们猜毛毛如果他这个照片，他应该是会去做什么事？咀嚼肌、下巴、鼻子，我觉得他一定会隆鼻，鼻子一定会动。有猜对吗？我做了鼻整形跟净肤镭射，风采有皮秒。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你跟照片有差多少了哦。三二一，请拿。不一样，换人了。你是谁？你还有这么多人了？你老实说。你是谁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